getting to the same solution. One world, 我们分享世界，我们拥有明天。多多无目都发了 a miss bilingual， 我们的世界就是我们明天，有你和我。With you and me, here we do， 我们一个世界，有你和我。到咗龙文铺揾啦，呢度就系五栋别墅。咁你又知唔知佢系几时起嘅呢？我知道啊。点解你会知噶？嘉林，屋顶上面大大隻字写住1921年，唔知道就假啦。真系估唔到阿嫲你咁醒喎。以前我未嚟澳门定居之前，成日喺度谂澳门咁细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点知佢中西合璧，睇下龙文铺揾靓到咁交关就知啦。什么？点解你一时广东话，一时又普通话噶？我仲未转啱你个 channel 喎。婶妈咩亲戚嚟噶？你头先唔系讲婶妈咩？我跟你口水尾咋？哦，我是说婶嘛，不是婶妈。嘉林啊，所谓南腔北调，好容易搞出误会嚟噶。嫲嫲，你个嗰边坐啦。嗯。看來我也要學好普通話才行了，找誰教好呢？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，想學普通話何必求人，奶奶教你。學普通話現在就開始咯。太好了，除了我之外還有阿康呢。其實你剛才不是說了一句什麼嗎？粵語怎麼說呀？還使問？那句是廣東人平時口頭禪來的，即是什麼？哦，你头先讲嘅啲乜嘢？乜嘢？普通话系什么？读什么？什么系疑问词，用嚟问人同问事噶。佢系边个？佢系你咩人？佢系我阿爷。他是谁？他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爷爷。你喺度睇乜嘢？我喺度睇书。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书。我明啦，笋物物读轻声，咁我哋平时所讲嘅阿爷阿嫲，普通话又系咪咁叫噶？喺普通话同广东话入边，佢哋嘅叫法系有分别噶。阿爷，普通话系爷爷；阿嫲，普通话系奶奶。喺普通话入边，如果人称嘅单音节词系重叠嘅话，后面一个音节要读轻声。举一啲例子嚟睇睇：爸爸、爸爸、妈妈、妈妈、哥哥、哥哥、妹妹、妹妹。奶奶小心点，小心啲石级啊！吓、啊，学到嘢啦，识得叫嫲嫲做奶奶。嗱，仲有啊，普通话叫奶奶即系嫲嫲，粤语叫奶奶即系家婆咁解。唔好搞错啊！哎呀，乜事啊，嘉林？我穿喺度只公仔唔见咗啊！咩公仔嚟噶？咁紧要？只公仔英文叫 Princess， 系生日礼物嚟噶。啊，计头先坐车过嚟氹仔嗰阵跌咗啦。算啦，一只公仔啫。阿嫲买嗰只俾你啊。系啦，唯有系咁啦。我哋继续行咯。嗯。
广东话的仔字，其中一个意思是儿子，读儿子。而普通话入面有很多以子字结尾的词语，子读轻声，例如桌子、儿子、包子、饺子、篓子、车子等等。今日我哋嚟到呢度玩，嚟自普通话点读啊？嚟读奶，喺普通话入边，佢仲可以同其他字组成好多词语噶，譬如奶道、煎奶、奶黄、奶日方长等等。今天我和奶奶来到这儿玩，是吗？其实你系咪想讲是吗？喺普通话入边，是读是，亦都可以系联系两种事物嘅动词，譬如我是你奶奶，你是我孙女儿。是，阿嫲，点解我啲普通话烂成咁噶？边有人一出世就识行路噶？梗系慢慢学啦。嗱，点解喺普通话里边就系读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不在北京出世？出世是出生。阿嫲，你又笑我？笑下你，咁你对呢句话嘅印象深啲啊嘛？阿嫲，你教我普通话，我礼尚往来，请你去官人家食猪扒包啊！咁乖女，好，我哋行啦。啊，阿嫲，咩事啊？我哋嘅普通话又点讲啊？我哋普通话系和门，门读轻声，用喺代词或者指人嘅名词后边，表示复数。例如你们、他们、同学们、兄弟们。英文，英文。你会说英文？我会说英语。会说，普通话读会说。例如，我会说普通话，也会说广东话。至于英文，即是英语。普通话入边亦用到英文呢个词，不过就读成英文。嘉林啊，古语有云：温故而知新，点解啊？即是温习旧的嘢，先知新的嘢。不如我哋重温一下之前学过嘅嘢啊！广东话同普通话日常用语对比，乜嘢、什么、阿爷、爷爷、阿嫲、奶奶、识讲、会说、嚟、奶、系、是、仔。儿子，点解？为什么？我哋，我们，英文，英文。妈妈，龙云葡韵呢度每年都会举办葡韵嘉年华嘅活动，好热闹噶。下次再同你嚟玩下。那么奶奶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你唔系话请我食猪扒包嘅咩？好，我们走吧。嗯，好。